香港湿地公园，它展示全球的湿地，并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大家去了解更多关于香港本身独特的湿地生态环境。香港湿地公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概念，湿地公园集结了建筑师、设计师和保育者的想象力，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建造了一个世界级的自然保育、教育以及生态旅游设施。这一个61公顷的公园是同类型设施中的第一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香港最罕有、最迷人的生物，在这里你可以发掘到湿地的美妙之处，而且可以认识到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是怎样在这些宏伟的栖息地上紧密联系。香港湿地公园，让你去享受，去认识更多关于这些奇妙的栖息地，明白它们是如何去维持地球的生命的，了解这些地方正面临的威胁，而且去了解你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做些什么去保护和享受湿地的自然美。去探访一个湿地，你将会发现到很多很多超乎你想象的事物。